我一生都要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一往无期生赞美你。我很感谢教会在疫情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参加线上主日学。我最喜欢在线上主日学的地方是能够一起传福音，能够一起玩游戏，还有能够一起唱诗歌。我非常喜欢听丽玲老师讲的故事，因为丽玲老师讲的故事非常的生动。在线上主日学过程中学习到要如何跟上帝祷告，也让我跟家人与同学关系更好。邀请大家一起来线上主日学哟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线上主日学。耶稣爱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在越南胡志明福音中心的 Maggie。 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有一个实体的聚会，但由于母堂有非常丰富的资源，每一周我们仍然带着孩子持守我们的主日儿童主日学。我相信培养孩子与神有一个固定连结的时间，孩子们他们未来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难，他会懂得要先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。主日学当中也将圣经带到孩子的生命品格教育当中，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知识，在智慧当中得着智慧。我相信在主日学当中长大的孩子，神必定要保守。爱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元素，但是我们很少被教导如何去爱别人，以及如何接纳被爱。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孩子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长大，他无条件的被接纳，当然他也学会为别人付出。各位爸爸妈妈，让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回到神的家当中，感谢赞美主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